奶母金穿三天了。因为两天油漆都贴不好。罗倩娘。都涂不好。都涂不好，爸爸早上擦的，没办法，太赶了。你看那个东西都涂到那，没关系啊，你还真挑剔啊，妹妹。你竟然挑剔我油漆擦不好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六点半。原本昨天两点半睡，闹钟调四点半了，又醒来又睡着了。那我看你的钟都擦得完了。这边要从上面刷下来，有点累。好，刚好擦完，没电了，收工，上班，拜拜。嗨，狐狸五十三。今天要开始早上涂完油漆了，现在要开始整理一下，可能纸板弄走，楼梯弄走，然后地上稍微拖扫一下，拖一下地板，然后再把柜子归位，把一些大的东西先放进来定位。OK， Go。史莱姆金穿三天了，每天穿完就去洗，不然谁会受得了？没关系啊，你还真挑剔啊，妹妹。你竟然挑剔我油漆擦不好。多少物？小心啊！不要靠近这看门板啊。收工，固定住了。地震！地震！地震！
OK。可以，漂亮。然后搬什么进来？其他很多东西一样要慢慢进来。萤幕、笔电，那萤幕的话，以后打算是这一台笔电放在角落，就是放个21:934寸的萤幕，然后买个大滑鼠垫，这里键盘这里，接着键盘这里，就这样子，应该可以，看起来还不错。那椅子想去买一台电脑椅，但是夫人叫我坐这种椅子就好了，我一定要买。电脑也可以靠头，我先把这边目前的先整理好。这两个鞋架搬进来以后，整个就乱掉了。还有好多东西要搬进来，搬进来，反正整理进去，再看吧。这个会点太多的吧？对啊，有些东西就可以，就可以摆进来。你有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5个。我要放第三层啊！你什么东西要放第三层？书是第三层，这都他的书呀。对，第九页书，书第三层。还没把它立起来对。我小学了，要全真看这种同类的书。里面的书有两个柜子啊。书到了，真麻烦。一样的放一起啊，高高的跟高高的，低低的跟低低的。电风扇伤脑筋了，没有在用的电风扇。球丢了好不好，妹妹？球好丢。好，我们来那个了，抽抽乐了。